不想加班就把这五个神器焊死在电脑上。这是一张模糊的不能再模糊的图片，而且它非常小，就算 PS 也很难把它变高清。这个时候只需要打开这个免费神器，把它拖进去就可以一秒变高清图片，看到没有，是不是非常神奇？这个神器叫 CodeFormer， 它是南洋理工大学新推出的图片修复神器，几乎所有的模糊图片都可以一键修复。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声音做成语音包，这样就可以让 AI 帮你跟别人聊天了，只需要打开这个神器，把这20句话读一遍，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语音包了。大家在读这20句话的时候记得声情并茂，这样训出来后就会非常像你的声音。这个神器在摩搭上叫个人声音定制，完全免费。注意看，如果这件衣服不喜欢，只需要轻轻一抹，文字描述想让它穿什么衣服，比如红色夹克， AI 就会自动生成红色夹克的图，一键实现换装，不满意可以继续换。这是拍的一张景色照片，如果你想让它换一个季节，直接文字输入更改成冬天的景色，它就会立马变成冬天的样子，还有大雪纷飞的视频效果。这是一个还没渲染上色的产品图，只需把颜色和金属样式轻轻拖拽进去，就可以立马看到效果，直接渲染完成。这个神器叫 Adobe Firefly 萤火虫，完全免费。你敢相信吗？只需要输入一句话就能生成一个 APP， 这个叫 Imagica 的 AI 神器实在太炸裂了，以后做 APP 不用学代码了，直接输入文字即可。不管你是什么职业，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开发自己的 APP， 游戏、社交、购物、工具等各个领域的 APP 都可以生成。只需要输入你想卖的产品，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网站，右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和颜色，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图替换上去就好了。整个过程完全傻瓜式操作，已经有人通过这个开始赚钱了。